因为现在目前你是打了2位，那还差1位没打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贴的是黄盾。等你3位人员全部打完以后呢，我们就会给您颁发一个绿盾贴在这里面。OK。是3到4千人，打了2600多。目前我们这里的那个餐饮一条街，73间商户，我们接种到90%以上，让大家都相互都会觉得很安全。对，而且有人客人过来的话，我们都会测体温啊，然后做登记。疫情它存在的病毒，这是我们看不到的，但是我们国家也是很强大，它强大的同时也要靠我们市民这边去自我一个配合。疫苗接种率它越高，就证明大家是吧，对于这个食品安全、公共服务，它这种上很上心嘛，是吧？你做得好，我相信你，然后我就来这里，来你这里消费，是吧？